好，老邱新闻台，嗯、哎，现在是这个九月一号啊，有台风要靠近台湾了。这个是 Windy 的网站啊，现在是礼拜四晚上的十一点啊，台风在这边渐渐的接近了哈。那这边选项呢，哎，是可以看的是暴雨跟这个雷暴哦、啊。那所以你要看累积雨量。 累积雨量的话呢，啊、呃，这个暴雨、降雨、雷暴呢，就是就是很突袭的那个，呃，风雨交加的状况啊。现在还在台湾东部的海面上啊，那这个雷、这个雨量的状况呢，哈、啊，明天白天的时候，啊，这边有个时间轴哈、啊，明明天礼拜五白天的时候呢，中午大概是这样的情况，到、啊、礼拜六。 啊，礼拜六的下午开始会开始逐渐的影响，啊，影响这个苗栗新竹啊这个地方红红的，颜色越重啊，那个雨量雨势会越大啊。我们看一下、哦，所以礼拜礼拜六下午就开始对这个台北市的南边哈、啊、开始造成影响了哈、啊。然后在宜兰的部分，那礼拜六的早上。 八点左右哈、哦，这个风雨交加哈、哦，风雨交加，我们看一下，哎，礼拜六我要回去哈、哦，要带小孩去佛光佛光哈，我、哦、们、嗯、看看什么时候的影响最小哈、哦嗯，啊，礼拜六的晚上那个北海岸啊，北海岸这里很可怕啊，风雨交加哈，礼、哦、拜天啊，东部的海，哎 东北角哈，东北角还有宜兰的外海，啊，礼拜天的凌晨，礼拜天的早上七点，哇，七点礼拜天早上七点，这个大概是，呃、哎，北部东北角一直到桃竹苗的山区哈、啊，这风雨就会非常非常的大哈、啊，然后到中午呢，哦、啊，中午，哎。 也是北部哈，这个中间中间白白的地方哈，这个地方风雨会很大哈，请各位要注意哦。哦，中午，礼拜礼拜天的中午一点，哦，下午四点风雨就渐渐离开了哈。所以呢，哎，我，所以宜兰在这边啊，宜兰在这边。 所以这时候呢，应该是风雨交加了哈、哦，所以真麻烦哈、哦。可是礼拜一要开学哈、哦，小孩又不能不搬家，所以这时候呢，啊、哦、这边倒还好哈、哦，这个苏花公路应该还好，没有很严重。哦，下午三点，下午六点，哦，反而苏花会稍微开始雨变大哈、哦。 晚上九点大概慢慢会离开哦。好，所以基本上来讲，这个东北角、东北角跟东部沿海地区，应该是在礼拜六啊，礼拜六的中午开始就会开始明显的感觉有风有雨哈，然后到礼拜天。 礼拜天的傍晚才会渐渐的离开，啊、哦，晚上才会渐渐的离开了哈，真是麻烦哈、哦。好，那这边可以看累积雨量哈，累积的雨量啊，未来十二小时，未来二十四小时，啊，未来的三天啊，北台湾雨量会很多哈、哦。好，所以啊，Windy 这个网站很好用哈，你可以预测哈，可以预测。 然后、啊、预测这个风雨的状况啊，在未来啊，未来这个准度大概应该会比那个气象台还准啊，比中央气象台还准。各位可以自己慢慢参考一下啊，可以拉远拉近啊，所以去哪里自己留意一下哈，注意安全。